先继续要来看，这是嘉义县政府伫咧今年针对着身心障碍者举办着三场的健康体检活动。第一场次日前是伫咧新港各地来举行，总共有367人受检。伫因应着身心障碍朋友需求，全场是以无障碍动线来规划。伫检查报告伫咧一个月之后，以寄配的方式来通知。嘉义县长张华官伫咧一透早嘛特别到现场来关心活动举办的情形。嘉义县102年度针对着身心障碍民众所提供的健康体检，第一场次日前在新港国中登场，总共有367人到场接受检查。今日张华官一早到场和现场民众拍招呼。张华官强调，以身障者需求规划的用爱护界健康体检，除了比较的一般民众体检项目，包括有血液生化检查、肝油脂功能、肝癌、淋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等项目之外，特别增加着心电图和甲状腺的检查，而且受检的年龄也降为着20岁以上。啊，今年咱特别为身障朋友再多加三场哈，山区、平原跟海区三场哦，身障朋友的复合式筛检，他们筛检哈。因筛检的项目给两项，一个心电图哈，啊，一个是迄、那个甲状腺哈，给这两项起来哈。卫生局表示，接受检查的身心障碍朋友相当关心着报告的结果，将在活动结束一个月后，由新港卫生所以寄配的方式来寄送，而针对着有异常的个案，提供着个别的追踪辅导。管护表示，经过调查显示，同需要的健康照顾需求，以上是定期的免费健康检查，提供着医疗补助和建立长期照护的系统。伫新庄朋友健康检查，首场在新港国中登场，十月二号在梅山国小，十一月16号在基德国中来举办。新闻客家红新港乡采访报道。